楚卫二。最近红的小鲜肉，大家对，因为我自从灰单以后，我再也不看老男人了。这一部戏里面就是同一部戏，同一部戏里面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很喜欢这位男装，我反而是喜欢男二。为什么嘞？因为你看他眼睛，他就是单纯又帅气。很久没有人抱我了，没有很久没有人抱你了。晶晶喽，我跟你讲，这里还有更久。来，吴颖，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吴颖老师，吴颖啊。今天大家少女心都大分发了，对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烈男哈，对，烈男心机大公开，那我们的心机对不对呢？会不会越烈越渣男？怎么办呢？那就糟糕了，请教三位老师啦，我们的方法对吗？还有没有的救呢？来，林彦廷老师、吴依林老师、廖燕老师。三位老师在，我们就透懂了，真的，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对啊，那你先来说说看，慧茹同学，第一个，你会看男生哪里？细节，细节。我有排版。哦，你自己的排版？对，你在家里自己的？不是啊，制作单位。眼睛、身高、look、手，哎呦，很重要，你全部都看。对，是重点。一定要有一个天真无邪的眼神，没错，要无邪啊，不能色色的。类似谁？诚恳吗？徐光汉。哎，对，徐光汉是不是很对？没有邪念的那种身高 look， 对，身高很160，但是比例很好，这样160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我其实没有要求一定要多高，但是至少要比例很好。我是觉得身高等于安全感，对，就是你出去不会觉得旁边空空的，他会有肩膀。因为如果比你矮的话，觉得哎，怎么有一阵风？小梁哥呢？小梁哥，不行，我真要讲，有身高还是要有身材，是不是？不行，小梁哥。180哦，他自称才，他有180，他自己说的，对，没有180也有170，所以身材还是很重要啊，我觉得比例比较重要，手很重要，手，尤其手指甲。哦对，有一种会留指甲在这一支哦，小麦当小人那种东西，绝对不行。而且他那根不知道为什么感觉，他就用来抠鼻根这边每个地方，对，像算命师还是什么的。对，我觉得男生指甲就是干干净净就好了。好的，宇文，我想要介绍一个这个赤楚卫二，最近红的小鲜肉。对，因为我自从灰单以后，再也不看老男人了。就是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要向下看，就是年纪向下，年纪说往哪个下？年纪往下，年下。OK， 姐弟恋对我来讲应该是最幸福。那韦如，我最喜欢的是这部戏里面，就是同一部戏，同一部戏里面。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很喜欢这位男装，我反而是喜欢男二。你喜欢黑泽？为什么嘞？因为你看他眼睛，他就是单纯又帅气，然后重点是他很会下厨，就是很加分。然后他又高，这个很加分。对，他们都喜欢鲜肉，我没有哎。你喜欢的谁？他也不算大叔，他也不算大叔，但是他有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哎呦，他的眼神吗？成熟男人，他的眼神呢，透露出怎样？怎么样？怎样？智慧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讲什么？很性感哎。有，今天有。有啊，小优，小优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讲到韩国一定不能错过，不要拿白云哥的照片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在市面上现在夯到不行。市面上，它是商品吗？我跟你讲，它有一个名号，它叫做“世首帅”，世界第一个帅哥。他在他的脸蛋就是金泰亨，他的脸蛋在世界排名是第一名。我今天讲泰亨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他的手，好熟，对，我们已经是好朋友。泰亨他厉害就是他的手，他的手指头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而且他自己本身也会在一些就社群网上公开他有些保养的秘诀，他会就是保养他的手指头，好奇怪，对，所以粉丝都会幻想就跟他牵手握手的感觉，就是他手摸我的脸，对，那个触感，哇，写全身，对，牛奶。我男生的手比我的手还要嫩的感觉，真的。然后保养品比我们还多，真的有点害怕。
2021年真的是一个开年，就是让大家幸福又快乐。真的，很重要。要帅的，今天有。哇，好期待哦！要小鲜肉，有也有也有，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的成熟男都有。都来报名了，我们先来看看影片好不好？一号男同学手，哇，哎，手蛮纤细的，对啊，哎也干净，哎他很多毛哎，有毛，他的手毛好像好多，手毛好多，对，很爱心哎，但配件不 OK， 配件啊，配件老。配件不 OK 哦，配件就是太又有那个表，那个黄色表，又有黑色皮链，然后又有银色手链，好像没有搭，乱搭。哦，我觉得他品味不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可是你看他体格还不错。对啊。哦，好厉害啊！有哎，有壮哎，有壮有壮，而且有腰哎，为什么叫芭蕾姿势？他这个鞋子。鞋子也不OK 啊，老师真的有鞋子要换一双，鞋子要去登山吗？他穿衬衫为什么配这个鞋子呢？对啊，帅气呀！我比较好奇他穿这个鞋子为什么一直有芭蕾舞的那个姿势？对，芭蕾舞好像蛮笑的。对啊，手臂很厚实哎，对，感觉好像有一点那个胸肌。哦，眼睛，哎，他睫毛好长哦，五羊了嘛，这一看就是五羊的眼睛啊，而且浓眉哎，他眼睛很漂亮，惨，但是他挑眉就不 OK 了。不 OK， 不 OK。这个眼神我喜欢，眼神哈，他眼神算纯，眉毛很浓，可以。二号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二号。哦，二号手也漂亮哦，皮好干净，而且指甲修得很干净，喜欢。老师，手表很贵哦，这个 OK 哦，这个可以。配件就戴的还蛮精巧的，对。配件，现在有点太多，太油，干干净净的，他的手细太多了啦。对啊，手很漂亮，手是漂亮的，他也男生就是不做家事的手啊。哦，哎，对耶，对不对？感觉这样很不贴心哦，好像不会洗碗什么，还有50，也不会下厨，还有不会洗碗，他会做完是在前柜啊。哦，对，哎，这高，这身材是高，这也是高哎，但是他高，他比例是有一点点小发福吗？对，还是衬衫太厚。可是我喜欢男生不要太瘦，就是有一点，有一点点。一号、二号都是刚刚好，其实没有很瘦。但我觉得比例还可以啦，还不会错，这是高的，干净的，穿得很干净。我喜欢他的穿着，但手是有点老派啊，刚那个姿势，他一直有那个划拳的感觉。对呀，为什么要两只手？你看，好老派的，好姿势。他们现在可以，他的眼睛有点下垂，我一定要看出沧桑，而且眼睛怎么说好像有点大，眉毛怎么皱纹？眉毛怎么飘？眉飘太浓了啦，太短了，他好薄唇哦。他眼睛好垂，他为什么不去电波？为什么眼睛这么垂啊？他好像有一点那个眼油。眼油，哎呦，好像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好的，三号，我们来看看三号是谁嘞？哎，漂亮，这个手看起来是文青的手哎，可是手比较短，手，而且你会发现他都没有戴饰品哦。其实我蛮喜欢这种男生，我觉得简单，因为干干净，对，干干净净。哎，他指甲剪得好干净，对，我觉得这个男生白里透红，没错，看起来感觉他的肤质比前面两个就是好多了，对啊。这感觉很会弹钢琴，对对对，会乐器的，有文艺气息的。哦，比例好瘦，这腿瘦超瘦的，完全没有，腿很紧的，没有差这么大。为什么这些？什么这些真的？韩国就是这个一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四个全部都在哦。可是他确实腿看起来很紧实啊。对呀，前面还会想说，哎，这比例好像不太好，这有点微发福。但是这个腿已经细到比我细了。对啊。对，但重点他虽然细对，可是你看他胸膛是厚实的，他还是有比例。你要看得出身材厚实。哦，眼睛。他的眼睛好红，眼睛太红，皮肤好，这个眼睛，这是姐姐的错吗？而且我觉得写他这个自然美啊，刚刚那雾眉的真的很像哎。而且他鼻子也蛮漂亮的。对耶。而且鼻肉好多，好看眼睛，不是看鼻子。才没有细纹，笑起来没有细纹，水汪汪的，失控的，好厉害！白，它是真的白，就感觉没有被污染，年轻的白，少年的白。
而且你看他卧蚕一点眼油都没有，对，老师有强调，对，是。好，那我们就按照顺序，第一个我们刚讲他的手指很漂亮，对，然后体格很好，线条非常好，手毛很多，败就败在老师不满意他的饰品搭配，没有搭配。来，我们来欢迎一号出场。学来了，体格真的很好，真的没有话讲，身材很好，没有一件衬衫他们穿起来不背的，你知道吗？size 的问题，就是那种扣子随时会崩开，然后袖子也是随时会。这个问我最清楚，对，透过他的 body， 对，没有穿衣服的 body， 有。一起演戏，对，怎么样？看起来很厉害，因为真的放在他胸膛上面的时候是很结实的。你们想吗？小优来，小优来，可以吗？因为我跟武阳其实也是有在荧幕算小 couple 这样子。他的这个真的是硬的，就是大概有 B cup。B cup。那你可以 C 或 B 抱一下语文，抱他，还可以抱他哟，对，没问题。你就身材这么好，公主抱，公主抱，很久没有人抱我了，很久没有人抱你了，轻轻的，我跟你讲，这里还有更久的，来，吴颖，都准备好了，吴颖老师，吴颖老师来了，你去吧。旋转哦！哇，好亲啊！哇，亲的一绝，好有爱，怎么样？女生很会放松，怎么样？有被感觉，就是讲一下，讲一下爆感给老师听。而且你被爆完之后是遮嘴巴，是有被电到吗？是啊，他眼神娇羞回春，我都老毛丢了，对不起。下一次说自己，老师。没有，我太重，我是说儿子在抱你啊，不是，你怕被老公看到，你把裙子翻起来，太粗了，脸遮脸，不是，我就看不到。刚才他在抱语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太身高太像了，所以抱起来没有那种小鸟匹配的感觉。我觉得小优会比较，小优裙子不行，小优不在乎啦，快点，来。还有要加码的，当然要加码的。有什么才艺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就是非常的随性的一个男生。什么随性？哦，随性。No。你来计较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跟我讲过，跟你搅和，跟我交过的女优们哦，女优，什么女优？很好的优点，强项，他的优点哦。我的第一个优点是什么？我非常会打扫。吓我一跳！你们是在家里有时候就是打住都是衣服满满的，对不对？我会帮你们把每一个衣服整理很干净。对，另外一个优点，你们已经体验过了，就是听说男生就是需要有肩膀给女生依靠，对不对？我用全身体给你们依靠，是没问题的。他真的是身材很好，没话说了，很有安全感。第三个优点哦，世界上的女生都爱拍照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小优就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。你最会拍照。我超会拍照的。真的假的？这很重要，有时候。非常重要。男友拍照拍到我们气死。对。对不对？跟我在一起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。而且武阳他是用单眼相机，像我生日的时候，他都是我就是生日那个雇用的那个摄影师。嗯。OI 来 ，OI 当 model。OI 当 model 也可以啊。这一集他选。真的假的？他站在阶梯上，拍出180哦，长腿哦。就是做一个 lady 的 pose， 他很会摆 pose， 教大家。就是这样子，勾对，勾着，等一下哦。这样很像，这样很像证件照，好方便哦。没有，因为戴的耳环今天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哦，还会，他会注重细节，磨出来一些脖子的部分，然后只拍腿。哎呦，好，一二。有啦，哎，好修长哦，对呀，那个抓得很好，有，这样有加分，很厉害，加分，很棒，请坐，他的身材就加分了，有没有加分？你要愿意把你的爱心给他吗？一定要，你也可以给两颗，或者是破碎的心，谢谢，破碎的心，给你一颗，谢谢，来，请，哇，真的很硬哎，是不是？
真的很真的很硬。来来来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哦，就是这个力道，就是顺便摸一下，四颗爱心。二号刚刚是说美眉毛太抢戏，对，眼睛在下垂，眼睛下垂，手又很油，这样，对，还有老把油，老把油，欢迎二号同学，小三哥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眼睛都不会给大家看，下垂啊，哦，老把油了，哦，皱纹又很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颗心。闲到一个不是，刚刚我一句话都没有讲。那你对着这一机亮灯的，对他当吴映玲老师，我老师，我欣赏你很久了，今晚要点什么歌？真的这样都没有下水哎，大家对他真的太熟了。哎，你们这些女的真的是皮肤太白要晒黑一点，太肤浅了，就只喜欢大肌肉。吓死我！这个肌肉，你们那么喜欢他，他也会下垂。我跟你讲，老了他的肌肉就掉到这里。你不可否认，小鹏哥的状态越来越好。你现在讲这些来不及。如果是喜欢小钟，一定是喜欢天天逗你开心。对呀，啊，他就是最强，就那张嘴啊，出那张嘴。哦，你这个嘴厉害哦。男生一定要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因为女生最可信的就是谎言呐。哪有？我跟你讲，他肌肉一直让大家摸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跟你讲，演艺圈里面我也是靠这个才艺。才艺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魔术。但周杰伦也会变魔术。对啊，他那个是靠道具啊。我这个是一般的绳子，大家看好不好？你看这绳子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。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来，新妹姐帮我摸一下，太软了啦。好，放开。慧茹，帮我摸一下好不好？我摸一下。好，要稍微摸用力一点。好，放开，放开。神手，真正的男人。好吧，小优，你来摸一下，小优，小优摸一下。我也可以。轻轻碰一下就好。啊，轻轻碰一下。他是懂的。马上就下来。吐心的还弱哎，来一个真的厉害的啦！跟你讲，今天是为了女人我最大。什么？这是一个这个信封，对不对？是。然后这里有我的预言，预言厉害吧？伟如，请来这里一下好不好？我来你那里。对对对，伴娘去哪里？有点吓到。你最欣赏的男偶像是谁？他的照片已经被我预言在这个真的信封里面，这么厉害，可能屌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就刚刚那个，对啊。谁？刚才那个启泰是谁？冰田启泰。好远。冰田叫什么？会选日新是冰田启泰是吧？冰田启泰。冰田启泰，他的照片已经被我预言在这里。不可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各位观众，冰田启泰。对。三二一，他三个月大时候的照片。也是男神。哎呀！那天还有说他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 Michael Jackson， 三个月大时候的照片。太烂了，酒吧应该。好了好了，你去那边坐坐坐。对了，后面就这样啊。我看后面就这样，你还要怎样？后面那个很厉害。哎，小钟还没有贴心哎，不贴心了，不贴了，这应该不用贴，还是心碎。就是心碎啊，是心碎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后面会绑回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掌声欢迎三号，请出列。哇！你太帅了，小林真的有灵有灵耶！你是我的小心灵，先安静吧，先安静，先近看一下。应该要唱歌，要唱歌，唱歌。但我因为没有背带，我想找一个地方让我坐吗？稍微哦，这边靠一下，在我腿上。谢谢。哇塞！哇！那我就唱给姐姐坐面对面，姐姐坐面对面。OK， 爱失去的爱，回不回来？我还有话想对你说，舍不得说，来不及说，离别的话最难说出口。怎么那么帅啊？你会找到新的生活。对啊，小黎波好可爱哦。
说是我的难过，相信一切都是值得。转假音也好好听哦。就放心走吧，祝你幸福和快乐，自由的飞，有天使在你身旁。就放心走吧，除了记得你灿烂笑容身影以外，只能想念你。自唱的男人就是最帅，最吸引人了。对，这个有很难吗？哎呦哎呦！重点，我以前是修比都啊，哇！吉他比较想看刘畊宏啊，没有舞娘来看刘畊宏，你要看小马就把头剃光。还有见鬼，还有宪哥啊，宪哥宪哥，嘿嘿，见鬼。我跟你讲，自己走下来是。我有自备吉他，我们太清楚了。小聪哥，你要想清楚哦。这个自己准备好的歌就训哦，我让现场大家点歌，想听什么歌点出来，我就直接唱给大家听。我点，我点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。好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心中的位置，于是谎言一次就一辈子。等一下，这是吉他吗？你吉他干嘛？你吉他干嘛？没有这首歌我不会弹。健康清唱一点。我主要是我是在骨腿吧，慢慢点接。这可以还起那么高？人家硕汉最近演戏，他拍那个广告哦，帅翻了！我告诉你，哎，我要准备，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是只有一只还是？他拍很多哎，所以他是广告明星，帅不帅？我看一下，超帅。这个是今年拍的，今年就那么多，今年就那么多，去年十月到现在，哇，去年十月到现在拍这么多支哎，我稍微看了一下，是，说真的，我没有印象。这个广告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。哎呀，对，他到底是卖什么东西？是卖洋葱还是卖？那个上面就有写了，有炸鸡、汽车上都有啊，机车还有零食啊。重点不重要，重点是对这个人有印象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 OA， 你有 OA， 准备 ，OA 居然有准备。我来讲，人生最知名的广告代言，不管你是擦伤、破皮、嘴破、舌头破，好丑哦！人各有志，就怕少年得志。你喷完痔疮，万一嘴破，也可以喷嘴巴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都有印象？对，对啊，这不是大官嘞，我不爱哦。对，硕汉，我们要跟小钟前辈看齐的，就是你看他可以主持嘛，很幽默，然后唱歌创作。魔术，魔术，又是歌手又唱跳歌手，对不对？也开得起玩笑，对啦。Michael 会不会 ？Michael 不会。还多 Michael， 对，他学 Michael 唱到一小段一小段 Michael 噔噔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小时候没有见过，要个茶杯给我才有可以唱到。好了，到底这两位？谁的爱心比较多？比较多啊！来，我这很难呢。献出你的爱心。不要这样吧，我觉得小钟真的很残忍呢。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了，他已经年纪这么大，真的看一次少一次啊！贴后面，贴后面，来来来，后面贴。冒汗了，你要珍惜了，真的啦。到底是爱心还是心碎？我觉得心背后啊，对，贴背面难呢。不行。其实你们在贴膏药吗？如果跟小钟在一起的话，会天天开心；如果跟小鲜肉在一起的话，会天天担心。真的，所以年纪不一样。对啦，不一样啊，对啦，好，一二三，心差不多，请原地向后转。好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多，小钟哥好多，我感觉像被拔罐。你比那个小鲜肉还多。对啊，你真的比小鲜肉多。年纪大了，让我一下。可以可以，谢谢，没有问题。来来来，没有啦，真的，大家真的很爱你啊。对，只是如果跟硕汉比起来的，对对对，当然会比较先用他啦。哦。然后再跟你在一起。那
那你来说看看，这些人跟你约会，你会先选谁？我会先选。还有左边的。左边的。小曼老师害羞。其实我觉得有七个人都很好。那好，那谁最 NG？ 最 NG， 我如果细节看。维如姐的头发好像比较毛躁一点的、我以为你们男生都喜欢我这样子耶，空气感，空气感，什么黄毛丫头，看起来就是很清新。然后我还特别戴一个年轻的发箍，就想说来猎男，因为男生对发箍都会觉得女生很年轻，他也该。他刚刚有讲细节，可见他真的，你看好细哦。对，因为这样会感觉比较像真的是刚起床的样子。没有头发。那五羊呢？你认谁最 NG？我这个我今天让我最惊讶的还是维如姐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你是她 NG 哦，对 NG。因为我第一次跟她见面是大概2年前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还是短头发。对，然后所以你不喜欢长头发的我吗？我喜欢，但是我的原因是另外一个了，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们是去拍那个作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。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我第一次看到你，就是有一种女生会发光的一种感觉。她的精神很好，那一天是真的。那现在呢？我被电到的感觉。已经没有光了吗？不是，今天还是有光。因为我那天穿比较少。今天还是有光，只是我觉得她今天就是气色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精神，比较累的感觉。我今天还特别想说穿粉红色，粉色系，可能被粉红色抢走。对，因为粉红太亮了。小峰，来，请回座。其实，又伤心又伤心，又伤心又伤心。其实我觉得哈，其实在场的女生啊，其实都条件我觉得都非常好。我爸爸也跟我讲说，哎，你年纪也到了，你不如就要选一个。对对，不要这么挑，不如就随便找一个。不行不行，我说我努力都还找不到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喜欢的，我现在这个年纪啊，我觉得一定要这个在社会上有经历。然后稳定性够，对，然后是熟女，熟女对，最好可以再熟，稍微熟度要够一点，然后带出去有面子。小麦老师真的很厉害，他又会做菜，对啊，还会弄头发，你又跟他相处的三天，就很熟。他我先不考虑。它这个发箍呢，它的亮亮是朝前，不是朝天花板，所以正面的人也会看得到它亮亮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发箍是有一个袋子，所以它也可以把后面的头发今年，而且以前我常常说，哎，我们加了这个就不要加这个，加了这个就不要加这个，我觉得今年全部都要。先不考虑，因为他有剪刀，那我就不用了。他手上有武器，有武器冲马桶的话，我就完蛋了。所以我喜欢那种熟女，然后经历过很多事情，就是那种感觉带出去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女生带出去，狼睡花骨朵瑞。对，灰的朵瑞的马瑞。欣梅姐，放心，我讲的不是你。那我就开心，那我穿全红的。你这个厉害了，你这个会变厉鬼啊！很烦你，你要休息，真的好的是这一位，他的嘴唇是红的哦，哎，你看到他嘴唇，那个红唇呐、啊，那红唇呐、啊，就是槟榔吃多了。怎么可以不好的啦？我觉得有时候合作，我们认识了几十年，到最后可能几十年、啊，我们可能绕了一圈，最后会在一起。而且他符合他刚刚讲的条件啊，而且小聪哥对女朋友很大方，真的。重点是我跟你讲，我本身客家人嘛，节省嘛，对，他很有钱，我怕女生现在会骗我的钱，啊，他 OK， 他赚的也够多，哎，我也 OK， 那我们两个，有时候你借我一点 OK 吧？简单借钱是不是？而且我需要一个不在乎我过去的人，对，因为你的过去我也都知道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有阿里阿扎的过去，阿里阿扎什么？我们就把它 delete 掉，我们是 fresh， 全新的，我们是 all brand new， all brand new， 所以她是你的零缺点女神，零缺点，然后这一位就是很可怕，只要一约起来，哇，她的穿着就让人家倒弹，所以她是你的零优点女神，零优点，她不是小优哦，是零优。太可爱了，太有性格感呢，哇，
这个真完全 NG 啊，所以说像宇文姐这种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，你叫宇文姐，你现在叫宇文姐哦，尊称啦，文文非常不错。好，老师，那你要先抢救谁啊？林雨婷老师。那我就抢救小优，其实幽灵，幽灵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改一下幽灵啊，幽灵。他的身材是好的，可是我觉得今天真的这套衣服会比较过时。对啦，有一点，有一点那种装可爱。对对，所以很明显在装可爱了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，你看啊，宇文他其实也没有穿什么，可是就表现他身材的曲线，对，真的，他全部都包起来，可是他还蛮性感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明白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不一定要露这个露这个才叫性感，我觉得教他怎么样穿出，不用露太多还是会很性感。好的，交给林彦婷老师喽。耶，男生都喜欢长发嘛，对，女孩嘛，可是呢，我们唯一小鲜肉还批评他，哎，太干。哦，对，看起来比较毛躁一点。毛躁哎，那还有旧吗？还有旧吗？男生应该不会注意这些细节吧？老师错了，本身啊，怎么样？小鲜肉根据调查，所有的小鲜肉如果会喜欢姐姐，除了是很会照顾他们以外，他们绝对会喜欢姐姐有一头飘逸的长发，而且是滑顺的，是亮的，因为他们对视觉是不能毛的，触觉是要滑滑的，对，不能摸下去是会静电的，或是干干的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方法，很简单，这个呢，洗完头直接擦，吹干就可以了。效果会是你一般的3倍，所以你洗完头头发湿湿的时候就擦。这不是洗发精啊？不是，它是免冲水的护发的，这个是他们最新的科技。我要挑战一个，而且湿发的时候用，湿发的时候用更有效。啊，干发不行吗？干发也可以，只是湿发的时候它的柔顺效果会是3倍。而且你刚刚是乳液，那我现在推开来，完全就都是透明的。对，而且味道非常好闻。然后你擦上去，你就整个是有一点是水的样子。对，我现在擦完之后，先洗我的手。等一下我示范完之后，可以请他拿吸油面纸直接蹂躏他的头发。而且我选最残酷的黑色。这个很吸耶，这个材质超吸的。哦，不油，完全没有油，完全没有。然后其实因为头发很会断裂的原因，是因为太过于干燥了。哎，不会，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。分子非常小，一种纳米最新的科技，吸收非常快。加上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一定要湿头发的时候上的原因，是我们原本头发有水分的，然后我们在上它这个免冲水的时候，它会跟你的水分结合，把你的毛鳞片整个抹顺。所以你吹干的时候，它就是毛鳞片会毛躁，是因为它要这样飞起来。对，那我们抹了之后吹干，它的毛鳞片就会被整个贴起来。所以它不会因为它就把那个养分包在里面。所以就算我现在是下雨天，我再出门也不会担心它再毛躁。不会，然后重点，重点呢，其实经过不怕下雨，不怕下雨，重点它有防雨呢。不是啊，抗潮，抗潮，对，抗潮很重要，很重要，真的非常重要。自然卷真的最怕潮，因为有时候你吹好出去是没有毛的，但是一下雨之后它就毛回来了。就是你没有先把你的头发做一个打底，这是韦如的量。这么小，半边的量，半边，对，所以很划算吧？对啊，我这压一半，一半，一次的话就是整颗头。对，而且这可以天天用。可以可以，干发其实你要补充也可以。那其实它最毛就是上面，对，它很多小小的，而且有很多是断裂之后啊，它还没长长，后来发现不够可以再补吗？可以，我就是直接顺顺的。哎，你也没有用梳子哎，完全不用梳子，没有。就正常的方式把它吹干就好了。假设就是我们洗完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直接吹，不用拿梳子。好香哦，对，好香，味道就飘出来了。啊，我现在就差不多尾声了，这已经差很多嘞。哎，其实发根反而比较蓬，对啊，而且头发变得比较有，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。然后我等一下要比较一个地方。好，为什么说它有效的改善毛躁？你会发现它刚刚的根部是很卷的，对。可是呢，其实它可以让你的头发滑顺之外，让你的头发整个包含卷度，你只要由上往下顺顺吹干，其实它的毛躁感跟它的卷度就会降低。那也就代表你的头发就比较不容易毛躁，跟让你干裂之后会断掉。所以其实基本上这是第一个。
第二个呢，这是一个铁的尖尾梳，它很容易像我们刚刚梳这边的时候，它就是空的。对。可是你看，我们就是。哇！好像洗发精广告。而且最后一个要请那个韦如，自己要做一件事情。大家会很怕这样的商品，免冲水的护发，这样的商品会很油腻。对，像三个。对。残忍一点，残忍一点，残忍一点，不会油。第二次。哇，没有油，哎，完全没有哎，你还很担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想说这样子会不会变康？对，完全没有哎。而且其实它两边头发的触感就不一样。对。那其实像它这一瓶这么多少？2380克，大概200出，200出，所以价格大概200出，那么便宜啊？其实很便宜。硕汉，你来摸看看，这边会明显有颗粒感，这边明显是碎的。哎，对，是不是真的？所以男生喜欢这种顺的感觉，就是很顺，这样拨他头发的感觉，就感觉风吹过来会这样飘起来，这样飘。它很适合就是冬天大家怕冷，不想要护发，对，其实它洗完头起来可以直接擦，吹干就可以了，吹干就可以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非常推荐给现在很爱做染烫跟热缩烫的人，这是你。一定非要不可的，他们的干燥程度会更严重，所以它的效果会更明显。好，擦完真的不用洗，也不会油腻腻的眼，不但毛躁的问题消失了，头发也变得柔顺自然又飘逸，让人想不多看一眼也很难。今年就蛮适合这样，哇，这个轻松感的，对，这也是骨盆式，这个很适合。这不是睡裤哦，没有，如果这种裤子很难穿，所以你下面呢，你一定要穿有一点。跟的，比如说像这个有4公分，有一点增高的，对。前跟他合作，然后那时候是发光的女神，就现在就被武阳嫌他什么没有没有光，是雾光了，这样消光了，怎么办呢？雾面雾面，而且人家他今天还穿粉红色，对，还是我今天应该要去那边，就穿衣服吗？粉红色不是很衬肤色吗？而且他身材很好，其实他是应该不是衣服的问题，应该是真的消光了，消光了，没伤人，就应该是魏武最近很惨。拍戏太累，拍戏太累。没有，其实宣传新戏太累，人都会这样。我有一阵子如果熬夜太多，其实也会无关。对，而且说实在，真的年纪到一个时间的时候，就是如果你没睡好，第二天超明显。对，早上起来站在镜子面前，你都会吓到，想说怎么会这么憔悴？就是你会觉得第一个没有好气色，对，然后会觉得有倦容，对，然后再又你这时候在上妆可能更惨，因为遮不住，然后只会看到你的妆一直浮妆或脱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如果以前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可以用保养品来那个按摩啊， Cover, 然后有一点好气色啊，然后可能做一点淋巴排毒啊。可是以慧如现在这种状态，就是马上要面对武阳这样子，马上看到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光靠外在的保养还不够，是，我们要从内在调养起，就是这个。大家好像也都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吃了好了。这一颗呢，它其实综合维他命。但 B 群也有，但是我觉得它对女生来讲比较重要的是，你要有好气色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睡得好。对，所以它里面呢有加了钙，然后还加了 B1， 这两个可以让我们去维持神经系统，让你比较好睡。哦，需要哎。对对对，这是 B 群，那你要多吃一点钙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在疫情期间，你们都没有看吗？陈时中部长有讲，我们要多吃多补充，对不对 ？B 群跟钙，真的。那你看它已经有钙，然后有 B1， 让你睡得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女生呢，还希望能够蓬蓬的，然后呢，这很重要。对，养颜美容一点，所以呢，它有维他命 C，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体内胶原蛋白的合成。明白，让我们的皮肤比较 Q 弹一点点。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现在大家睡前都会怎么样？拿着手机，拿手机，拿手机。所以呢，它里面还加叶黄素，哦，很重要，太有意思了。就是让你呢要睡得好，养颜美容也都顾到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虽然你是在35到49岁这个年龄阶段，可是至少你跟你同才站在一起的时候。可以比较年轻，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因为刚刚老师讲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分开吃，所以每天早上是一吃好多颗，好多颗，就觉得每次一看到那一把的时候就觉得
好吧，对，然后通常你那一天吃完，你大概就饱了。对，对啊，然后其他东西就不吃了。你吃那一把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老了真可怜，真的，就是因为你要吃一把的感觉就是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老师刚讲的关键字我也很心酸，哪一个？你也听老师，你都没有听。他35到49，那我们超过49，所以他有针对49。有啦，所以呢，像49以下要怎样？49以上，对，老师提醒了，对，我刚刚也是为什么两个颜色？老师，49以上就是这一个更紫色一点点。我刚刚拿对了给你，你拿我刚刚就是拿49以上的给他，这个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拿这个？对，是49啊！哇，老师好聪明哦，老师，他还是一颗都一颗，还是。一颗而已，可是呢，他加了什么？因为他们发现啊，49以上的族群在骨质上面呢，对，也要更要加强，所以它的钙量更多，然后又加了镁。老师刚刚讲的对，那个镁，对，女生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镁？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吃这些东西，然后就是少了那一颗。而且你知道，钙跟镁是很难从饮食去摄取。后来医生就有开镁给我。那你吃这一颗就好了，就不用再吃八颗。我尽量，我哪吃49岁以下啦，那个时候。可是老师，我想要问你，就是那我可以这个跟这个颜色一起吗？不用啦，它只要一颗，这是它的营养素是算的刚刚好的。而且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它好气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它里面还有铁。对女生来讲，铁很重要。我们有铁的话，我们怎么好气色？照老师这样讲，都是女生。女生的男生，男生男生也会有那个更年期。会，真的，男生也会有更年期。其实呢，比较贴心的厂商，他们会有男版跟女版，因为有时候男生跟女生需要的营养素真的不一样。明白。对，因为你们没有那个五羊就吃薰衣草籽，然后硕汉就吃粉红色。那他先 hold 住，先 hold 住。说他还年轻，他还不知道还可以靠他自己。那在哪里买？这个其实一般的药妆店都买得到，然后网络上其实你也可以买得到。然后我觉得他比较方便是，他真的把所有营养素就放在那一颗里，很方便。你也不会忘记你吃。一天一颗还是？一天一颗就好了。固定一个时间吃，对。然后你要养成习惯，就是比如说你都是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吃，还是说你是午餐之后吃，就是养成习惯。好像这种它都是要定时间，对对，你才会看到的那个效果。那一定不能空腹，不能空腹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，就早餐之后、午餐之后都好。但我觉得一颗这个很方便，对啊，因为你不用去算说今天有哪一颗没吃，我晚上都还要6颗5颗。哎呦，老师你一定要吃10几颗哎，好辛苦哦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综合维他命，其实我家里已经吃了20年了。对，这个我妈妈都在吃，我爸也在吃，我也在吃。那你有吃吗？对。有啊，他身体维持得这么好，对，他就是让你的身体机能是比较正常的。那我们会希望要补充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这些营养素真的会流失的比较快，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借由日常饮食真的完完全全的补充进来，那我们就只好借由这样的保健食品来帮助我们。至少气色好一点，然后睡得好一点，对，然后你就会看起来比同龄的脸年轻一点。有，我刚吃了一颗，有觉得气色有好，没有，你也太厉害了，眼睛都亮了，太亮不是神丹，持续吃啦，好的，对，分享给你，到处都买得到，对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他明明年纪也小小的，身材比例又好，真的为什么每次都让人家觉得他装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很爱肉，其实没有啊。对，你来看看，大家都误会了，小妖，哇，很有气质，对，哎，这个可以耶，从幽灵变的可以，可以什么是幽灵？可以什么？可以什么？请解释一下。可以约会，约会，可以，可以。我等下有空。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包得那么紧，可是胸部反而看起来更大，哎，对，反而身材是凹凸有致。对，所以其实不一，就像你这样子，就是说全部都包起来，可是反而身体是比较玲珑。现在流行这是叫做骨盆时尚，骨盆时尚，骨盆时尚就是说，要么就是露大腿，要么就是露骨盆，但我们不是整个露出来，而是要平坦，吓一跳，就是把平的地方露出来，曲线。比较美的人，你就可以去露你的轮廓线。明白。那我就帮他搭配的就是第一个呢，他有很就是胸部还蛮丰满，那我们不要露他的丝袜线。好，这个脸，有没有？他刚刚说，谢谢。这样子认同，有对认同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然后。
那但是呢，我觉得今年很流行很多链子，对，比如说你再多加一条，你就不会那么素。对，今年，而且以前我常常说，哎，我们加了这个就不要加这个，加了这个就不要加这个，可是今年全部都要，都要。贵州哎，就是把它戴好，然后像发箍我也帮他戴，这个超好看的，是跟你的发箍差好多。对呀，对这个，它这个发箍呢，它的亮亮是朝前，不是朝天花板，所以正面的人你会看得到它亮亮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发箍是有一个带子，所以它也可以把后面的头发绕在一起。对，再来呢，我全身上下只有让它有奶油白色，你看跟这个包包，裙子里面有裤子，对。裙子里面是窄裙，其实重点来了。裙子里面是窄裙，对，长裙里面是窄裙，它不是短裤哦。重点来了，对，重点来了，因为小优他有特别讲说，老师我这边有一点比较肉肉，比较肉，我正在减肥，所以这一边要 cover。我觉得你就可以找这样的裙子，就是外长内短，然后它把它遮住它的轮廓线，这边线条是平整的。然后，但这一边呢，大腿又比较壮的时候，就可以利用这种裂开的感觉。其实你看到它是最新的，真的耶。对，然后所以像这个呢，就是有一点心机，就是让人家看到的都是你的优点。对。那所以我就帮他还有在找一些衣服，今年就蛮适合这样。哇，这个轻松感，对，这也是骨盆式，这个很适合。这不是睡裤啊？没有，如果。可是这种裤子很难穿耶，对，它就要一点点，对，要一点点，所以你下面呢，你一定要穿有一点跟的，比如说像这个有四公分，有一点增高的，对，然后呢上面就穿这样，好看耶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有，对，就是有一点运动感的女生，然后甚至呢它可以搭配一个这样，哦，腰包，好看了。对，这个就比较美系休闲运动型，然后再来呢，比如说这也是，宽宽的，对，宽宽的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给这旁边不顺的人，就是肉，对，马鞍肉，不是太直筒身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呢就会帮你修饰，可是肚子这边是平的，又是平的，完全是平的，然后这个就可以露的是这种网状的感觉，然后这个就很知性啊。那你就可以，也可以搭配这样的鞋，然后或者搭配这样的鞋都可以。在老师的巧手之下，原本有点过时又肉肉的小优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时尚有魅力的穿搭，连五羊都忍不住想跟你约会呢。今天大师们介绍的商品在哪里买？下载女人我穿搭 APP 就知道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